the day after。 你小时候曾问过这么一个问题，战争杀戮都是如此可怕，我们就不能在这里安稳度日吗？那时我说，你年纪小不懂事才会这么说，把你打发了。但现在看来，你的话是对的。然而后悔也没用了，现在连复仇的对象也没了。戴冕，现在我该为了什么而活下去啊？请确认那天之后的第一个故事。